大家好，我是季涵，我们今天要来尝试的做包心的那个双色的金刚结手链哦。那我们先准备一下材料，925纯银的延长链条一条，那这个是准备5公分的延长链条，然后还有一个问号钩，然后再过来就是工具，然后蓝莓蜡线一 mini 的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做双色的包心的金刚结，所以我准备两个颜色的蜡线，一 mini 的。那我今天是准备紫色跟粉色的。然后这个线长的话，我是剪280公分，等于一条是140公分，140公分两条。我们之前有说过，就是大概用手围的公分长去乘以18公分，等于是总长。那这样子的话，就是你如果是手围是15公分左右，就是280。那我的手围是14公分，所以我今天也是剪280比较好编，这样子。那如果初学不想算的那么精准的话，就是可以乘以20倍。如果手围是14，就是乘以20等于280这样子。那一条的话就是140公分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个扣头把它穿过去线的中心点，然后我们要开始做金刚结。然后你要先想一下你的包心的要是什么颜色？像我如果包心要粉红色的话，我就把紫色的当成它的外面的线，然后粉色的就是中间两条包心的，然后我们就打紫色的，打金刚结这样子。那我们中间如果要换色的话，也是可以哦。第一个结的时候，翻面的时候要小心，不要松掉了，因为这样子的话，就是打双刺之后它才会固定。那关于金刚结的拿法，我另外有录制一个比较出神的影片，比较清楚，那大家也可以点去看。那双面各打一个金刚结之后，这个线就比较固定了。然后我们把它调整一下。然后就一直的编。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线直接平行在这个线这边。就这样子一直打过去。